今天铁军已被我们门帮共同打倒了，我们当然要严密执行他遵守敌人所有的投降条件，所以我们并不要报复，更不可对铁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。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那些军部所虐容、所屈辱而表示怜悯，使他们自白于错误的与罪恶。要知道，如果以报应得不他们重建错误的优越感，则冤冤相报，永无终止，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士的目的。